晚上炒茄子吃，先把菜弄一下。锅烧热，放油。生抽，欢迎放学回家。今天怎么这么累的感觉？今天体育课跑了5圈1000米，厉害啊！然后我们还在那做像俯卧撑一样的动作，累死了。你做得来吗？做不来，还要劈叉呢。你劈得下去？姐姐，嗯，给你吃个，没吃过了。这什么？长的？茶泡，茶树上面结的果子。那口感好神奇啊！什么？有一种像某种水果。但是比它更脆，甜甜的，有没有感觉？有，也有水分啊。今天这两个菜怎么样？茄子好吃，茄子可以啊。来，妹妹，给你吃一下这个东西，姐姐已经尝过了，给你吃吃。你以前吃过的，很久以前。我确实吃过尝，这味道，好像确实吃，然后这个。刚吃进去的时候好像没味道，然后吃完之后就有点酸，还有点涩涩的感觉，就是让我的皮肤好像紧贴在一起的感觉。茶泡啊，甜甜的。每天到这时候外面就开始唱歌，外面跳舞的，每天都是跳操。妈妈，每天音乐那么吵。妈妈，干嘛了？如果你去跳的话，你肯定就不觉得不吵，这是一种享受。肯定，我也其实也想去跳，但是我一看那些人好像年纪都比我大，我不太好意思去看，他们那个舞也比较好像，比较像老的感觉。谁说的？如果你不去的话，你天天宅在家里都胖了。我也觉得，我好像都双下巴了。所以说，我这边呢，就建议你去跳吧。你看，又可以交朋友，又可以锻炼，是吧？但是我觉得我骨头很僵硬的，连跳也不好看，什么，很丑啊。你看嘛，他们跳也非常自信啊。都没有像你这样子，有半点尴尬，把担心放在肚子里面。都说了，女人要自己对自己好，是吧？行，我去看一看。